大家好，欢迎来到朗玛的游戏实况频道，我是播主朗玛。这一次呢，给各位带来的一款游戏呢，是一款大概是一两年前的老游戏了，也是这个月的 PSN Plus 会员的免费游戏之一，《Law of the Fallen》。那稍微英文不太好，好，这中文翻译呢，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堕落之王》。它是记得没有错的话，它推出了当年呢，它算得上是一款黑马，因为它在当时的话，因为这种所谓的比较属于哈库类的 ARPG 类的游戏呢，并不是非常的多，所以呢，它继承了欧美式 RPG 的特色，也继承了像是魂系列的一些操作、一些战斗模式，所以呢，它推出后没多久呢，就引发了大量玩家的喜爱。好，我相信现在的背景音乐呢，有可能已经把我的声音盖过去了。那我们先按下插件。这一次的游戏呢，这一次的实况呢，严格来说呢，可以算是初体验了。我虽然对这款游戏已经仰慕很久，但我还没有真正开始玩。所以呢，在游戏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改一下我过去的解说风格，就是说我会采取的比较没有像是那一种。不会比较像是那一种教学类，而是一种纯粹的一种游戏中的给予的一种体验感觉。好，那么咱们就废话不要多说，因为稍早以前呢，我先进游戏把那个声音调降了，所以现在的背景音乐呢，应该是不会盖过我的声音的。好，那么在正式开始进入游戏前呢，还是提醒各位一下，这是一款 3D 游戏，所以呢，如果呢各位有 3D 晕眩症的话呢，请可以建议呢，你可以把那个影片呢给它缩小来观看，以免呢造成你在观看过程当中产生不适。好，现在我们看到这边呢是三种不同的选择，其实呢，三种不同的选择呢，我们可以大略上可以对应成这样说明好了。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把像我现在目前这一位呢，你可以把它认定为叫狂战士；这一位呢，你可以把它认定为像是那一种刺客类的。然后这个蓝色的这一个呢，它就是属于圣骑士。但是呢，如果对于新手玩家，我是查了一下资料说呢，大家都建议说你用狂战士来进行游戏会比较好。但是呢，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圣骑士，所以我就选择圣骑士。好，这边的选择呢是初始的装备。那么一样，因为我选择圣骑士，所以呢，我蛮喜欢这把锤的，所以我就选这一个。好，那这边呢只是你的总结。那好，那废话不多说，等一下呢就是一段开场动画，那我就先不说话喽。Fallen God, creator and destroyer of worlds, hear my vow. Hear my vow. My vow of defiance.
heard me. The monastery's ahead. I wonder if it is still safe. Either way, our quest for Antanas nears a conclusion. I hope he's worth all the men we've lost on our way here.正式开始了。好，说明一下，如果刚刚各位有听到背景呢有猫叫声的话，那是我们家的辛巴，他呢在讨摸摸跟讨抱抱。好，这边呢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了，人家呢前面这家伙呢是在上面正睡得好好的，然后我们那个不识相的魔法师呢进来就非得要把他吵起来。好了，吵起来我就得解决他了。好，上面的这边上面这边的说明呢是告诉你说呢，这个呢只是说呢让你呢可以说去开始熟悉一下游戏的基本操作。那好，如果说需要帮忙的话呢，就是说呢，如果说呢你要按照他上面所教学的方式的话，你就按照上面所他所告诉你的方式来操作，那你就不需要的话你就按圈键就好了。好，其实操作模式呢，就以我对这款游戏的认知呢，它是跟那个黑暗之魂非常接近的。哎呀呀呀呀呀呀，所以简单来说，黑暗之魂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躲闪，然后拿盾，然后接下来就是等敌人的那个攻击有那个硬直的时候，就是说有那个空隙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攻击这样子。然后也是一样，跟魂系列差不多，都是说绝对不要贪刀。好，我相信呢，这前面如果有，前面就是我前面一开始所说的，为什么会强调说呢，我3D晕眩症的朋友们呢，最好是把画面给缩小来看，因为呢，我曾经真的被一个播主他所直播的一个 Law of Ring 呢，不是 Law of Ring，Law of Four 呢，给他给恶心到了。因为他的操作模式跟我现在有点像，他就是一直绕，一直绕，然后绕到最后我都看到晕了，所以我在前面还在这边呢，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有 3D 晕眩症的朋友们呢，建议呢您先把影片呢缩到最小来观看会比较好，以免呢在过程当中呢你有任何会产生任何身体不适。这个是哦。These things keep coming, we fight back, but there are too many of them.It's sickening to see them move. Their limbs twist and turn in ways they're not supposed to. And their smell. It's like fire and death creeping up your nose. One of the creatures we were fighting spat on us. The saliva hit my eye. It burned, and it burns deeper into me. 骨骨头。好，在这边呢，我要说明一下。这款游戏呢，它是英文游戏的，它是英文版的。因为 PS4 呢，目前来说的话，听说只有，真的有真的可以过来，给蒙到了。
好 ，PS4 目前呢，好像目前据说除了中国大陆版本的有那个有简体中文以外呢，其他国家呢都是一律只有英文跟那个韩文这样子。所以呢，毕竟是一款老游戏了，其实说真的，我并没有打算呢，一比一的去翻译它里面所有的对话。那么，如果对这款游戏呢，你的对故事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不妨呢可以去下载那个 PC 版的，或者是说呢去查询一下。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PS4 中国大陆版本的应该是有中文的吧。It's locked. You're still losing blood, Caslow. The rogue. I did. We didn't come. I've. I could use some here.好，不浪费大家时间，所以呢，这边呢，就是有兴趣的朋友们的话呢，自己去买这款游戏，然后可以自己体验。其实也不用买啦，你呢只需要加入三个月的 Plus 会员呢，你这个月就可以免费下载了。下个月呢是万众狂欢，听说那款游戏还是一个蛮不错的那个所谓的逛街游戏。好，我还是再说明一下，就是说呢，这游戏呢，因为毕竟挺老的，然后我也只是听说，就想说玩看，然后玩一下有初体验。如果觉得这游戏有趣的话呢，我就把它做完。但是如果说呢，我觉得玩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说它呢，不太具备那个就是直播的价值的话，那么耶，我就知道，好，它如果不太具备这个就是说做游戏解说的话，那么我有可能就采取就是说只做那么一期，我就不做。毕竟做这种游戏呢，它我说明一下，它毕竟是 ARPG， 所以呢。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会比较把时间花在于练等级上面，那么这样子呢就会造成说呢玩家不行，就造成说各位观众呢可能就经常会看到一个人呢在那满坑满谷到处跑，然后打怪物或是一直刷的，就是一直刷来刷去的这种过程。坦白说真的，就以一个游戏的实况来说的话，播这种刷来刷去的还真的挺无聊的，因为要播这种刷来刷去的，我倒不如直接就播手机游戏算了。话说现在很多手机游戏都是这样子啊，都是那个，你花了钱，然后可能是抽什么英雄啊，或抽什么卡片啊，什么之类的，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漫无目的的整天的到处乱刷，刷什么呢？就以我接触过的魔灵召唤来说的话呢，就是刷符文啊，刷些有的没有的。反正我觉得说，如果真的各位要看我这种刷来刷去的话，那我干脆直播手机游戏算了，那个刷起来可能会让大家看到更想睡觉吧。这边我没有仔细看他的解说。他这边是解说呢，我可以偷偷的从背后接近敌人，然后给他致命一击。其实就是黑魂当中的背刺啦。The bones are moving, growing. It does not feel like poison in my veins, more like liquid darkness. We have seen with others what happens next. Eyesight goes first, then follows sanity. Brother William.Brother Peter and I won't let the disease take us. We will choose death before it chooses us. The fires on the horizon, they are spreading towards our village. I beg you, be careful. Something evil is happening. I can feel it. You can always seek refuge here, in the monastery. Whatever happens, Antanas can save us. Please, please, be safe.好，我才从头到尾我们安安静静不说话呢，最主要是因为说呢，这边对话量实在太大了，怎么前面三个剪到全是语音文档呢？好，其实各位看我现在玩的好像很顺，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呢，这游戏说真的，我玩魂系列我玩了很多次了，应该这么说吧，我不能算是一个非常。老练的魂系列玩家，但我可以保证是说，我玩魂系列已经玩出一个自我的风格。哎呀呀呀！不能站在喝水的时候来打人呢、啊，你。哎，
原来这游戏也有背刺，意外触发了一下背刺。没触发了。啊，看来这是一款搞机的游戏了。就是呢，玩过魂系列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当你不管是在面对敌人也罢，或是说呢你在那个有别的玩家入侵你的世界，你在跟他玩 PVP 也罢，大部分的时候呢，你只是想尽些办法呢盯着你的屁眼打。所以说我在说，魂系列其实是一款很 man， 但是有点 gay 的游戏。好，那么找到钥匙呢，接下来呢就是回到这边，要跟他说话吗 ？I found a key.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Open the door. 很好，官方吐槽。哎，等一下，很好，官方吐槽，他不理你。好心去问，好心关心你的死活，你还骂人，真是。这么隆重的分享，肯定是 boss。这么快打 boss 啊？也对了。导演，这个太阴险了吧？差一点点就要被你阴了。看一下哈，好，是拍第一招，举盾的时候打什么？看来他在挥大刀的时候，我还是尽量给他一点点加防身。好，召唤声音。好，愣在那不动怎么样？哎呀，好像没魔啊！啊呜，起飞了！呜，差点就要悲剧了。哇，各位看到现在没有觉得很神奇？我竟然都知道怎么玩。是这样子的，在做这个实况前呢，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一个国外的，是大陆那边有个我蛮喜欢的一个博主，他做的游戏的解说，所以呢，我已经把大部分的一些按键手法什么都记下来了。然后这一次呢，严格来说呢，就是说呢，自己实地的玩玩看这样子。好，送你走。
说真的，看那位波主打的时候还蛮轻松的，自己打起来应该有点吃力就对了。长了一大段，嗯 ，OK， 这边应该是升级跟升技能的画面，嗯，可能，哎，啊，我大概，哦，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好啦，就是说前面选那三，前面一开始选那三种类型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只是说你初始你从那里面开局是比较快的。实际上随着游戏慢慢进行，全部的技能都学得到啊。嗯，反正是花时间下去学就对了。哦，这个应该就是文档了。那么这是我人物状态，然后哎，好像还把新的武器看一下。Request the stranger request 50啊，不行，体力力量还不够。好，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呢，就跟那个魂系列当中的篝火是一样的东西。你呢可以靠近篝火呢，可以恢复你身上的一些像是药水啦，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好像后期会拿到一些额外的东西，一些额外的装备或是一些消耗品。然后呢，你要升级的话，就是靠近之后呢，按一下你那个触控面板。好，那么本期呢，我你不能说本期啦，因为说真的，玩了一下之后，虽然严格来说算是这一次呢，我可以称之为叫做20分钟实况吧，应该来说30分钟实况。嗯，我没有打算把这游戏做完，因为我发现呢，这游戏其实我对它的期许有点过大了，他玩起来的感觉呢，并没有像那一个 Bloodborne 有给我这么大的一种震撼啊。话说 Bloodborne 这个坑位真的该填了。Anyway， 好，其实这游戏呢，我并没有打算把它做，但是如果有朋友们就觉得说呢，看了之后觉得有兴趣，希望我们能够多做一点的话呢，我再视情况来做。我再视情况，毕竟我的 Plus， 哎 ，Supply， 哦。毕竟说呢，这个是我已经说的是 ARPG 类的游戏，所以呢，除非说真的有朋友们觉得说，很希望说能够把这款游戏给做完，那么到时候我们再看一看。嗯，到时候，我不能说我有很多时间可以来做游戏解说，所以呢，我就打算说呢，这个就我就先做到这边就可以了。The three men that were known as the judges parted ways forever. Apart from their common goal.They were very different in every possible way. Three statues were built on the square of the judges, displaying the distinct paths they had taken. These statues hold a secret, as if it were their heart, but it is retained by the stone. Only the shard of heroes could make that heart beat, and only an unearthly force could tear it out. 这被刺时机好像要还不太容易抓。毕竟说呢，我的 Plus 的会员资格呢是到明年的六月，如果到六月前呢，有朋友们觉得说，真的很希望说呢，我能够把这个游戏呢，用我的解说方式呢，把它给做完，就大家觉得说，
比较能够看得下去的话，啊，到时呢，我再看我能腾出点时间把这游戏做完。毕竟说呢，这是一款 ARPG 类的游戏，可能会有很多的时间呢，都是要花在于练功、练等等等上面。其实说真的，像这类的游戏呢，拿来做游戏的解说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毕竟说呢，让大家看，不断的看，那个刷来刷去，真的很无聊。我真的不骗各位。其实说真的，做游戏解说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说呢，像是，这是可以，好像有一招，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好像有一招是可以那个，我记得没有错的，还是我记错了？好像有一招是用盾，然后可以把那冲破。哎，对。好，这个呢，我得偷偷告诉各位，这个确实我是看他脖子上面他教我的。所以我刚才磨蹭那么久，是因为想说，哎，到底要怎么用它，我有点忘了。OK，Anyway， 喂，We can't stand against such forces much longer. We must find a place to hide, a place with walls and soldiers. Mighty Antanas, we will be on our way. Please prepare for a. What exactly were the lords? They wielded power beyond our understanding. They fought fiercely, and they blindly followed the god. We tried to talk to them, reason with them. The lords did not come into discussion. They served their purpose. To lead the Rogar army against the humans. Okay, 那么我打算呢，这一次这个影片呢，有个全套衣服，好像都是轻装。你看一下，哦，它这个好像跟魂系列有点接近。魂系列当中也有这个所谓的重量，就是说呢，重量穿的越轻呢，你的移动速度的，就是你攻或者是会影响到你攻击速度跟移动速度的样子。这游戏应该也是一样。对，我现在确实感觉我现在移动速度很快。好，那么这一次呢，还是非常感谢呢各位在百忙之中呢来抽空来观赏个人所做的这游戏实况。Lord of Rain 呢是在这个月，严格来说，对，是在这个月所免费的 Plus 会员免费游戏。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把它下载来玩玩看。它是一款 ARPG 类的游戏，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锻炼你的角色。然后，它的 BOSS 设计呢，就我刚刚体验的第一个 BOSS 呢，我的感触是觉得说它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就是说，如果说呢，把它跟那个 Bloodborne 呢放在一起的话呢，我认为它的难度呢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呢，这游戏呢，我是没有打算把它做完，可能就是这一期就做完，只是说做这一期就好了。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不妨呢可以考虑加入 Plus 会员，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去购买那一个PC 版的，你 PC 版有民间汉化，你可以购买之后呢，打入那个民间汉化补丁呢，可以加速你了解这款游戏的故事内容。那么如果说呢，各位的电脑像如果各位跟我一样，家里电脑呢并不是非常好的那种电脑，是那一种勉强可用的电脑，因为我电脑基本上都是拿来画图的，是刚好可用，但是玩游戏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可能没有办法说电脑跑不动的话，可以考虑说去购买 X1 版或者 PS4 版等等的。总而言之呢，如果你喜欢那种硬派类的这一种 ARPG 的游戏呢，这款游戏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说呢，你个人呢，对这种游戏比较不喜好，但是又很希望能够了解说这款游戏在玩什么东西，然后也希望说可以把
然后对我的解说风格呢也比较属于比较喜欢的，然后希望我可以把这款去做完呢，也很欢迎说你可以在这款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那么如果说呢留言数量到一个，我觉得说呢留言数量到了一个我觉得说可以做以及我时间可以配合的起来的话呢，我就做。但是如果说呢我呢如果说呢大家可能观看意愿不高的话呢，那我就可能马上把这款游戏给它做完了。好，那就这样子了，那么咱们下一款游戏再见，各位。拜拜。